我是公关联合党的112年啊，12月16号，瑞丰红娘路，14点，然后分头拍下是188次哦，左邻右舍就用烟线杆竖二的，但左邻右舍下面能用580圈哦，我是188次在瑞丰红甲路行道通过11884。12月16号14点12分，刚刚通过是11884，还往苏澳的单路买停，他们用5油圈了，还正在等待另外一边的列车通过。来了，2194花莲8车就买一辆树林普悠玛，这样准备通过。02063和02064普悠玛这样啊。拜拜，我的票2023上场票20242194208车就买一箱苏联普悠玛，这样在瑞芳红娘票了，也已经通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